火火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我看一下花儿。你们这边包送吗？可以送啊。可以送。你们是在哪里？三墩后斗门。啊，可以送。可以送啊。啊，行行，那就好。嗯。送的话是多少钱呢？是运费是吗？你买的多的话免费给。哦，行行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就是您帮我推荐几款，就是好养活的。你那个是室内还是室外？就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户外的，您推荐几款？橄榄树、柠檬。柠檬？啊，对。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在户外。可以的，可以。还有这个、好养活是吧？好养活。这个一颗多少钱？这一颗的话是200多块钱。200多。300块钱。行，那就一棵柠檬树。有没有黄桷树啊？什么树？黄角树。黄角树。对，黄桷树。是。树。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呀、啊？这边没有吗？对，这边没有。像这种可以。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长是吧？对。这个多少钱一棵呀？这一棵大的话是280。280，一棵柠檬树。一棵这个叫什么来着？绿宝。绿宝。嗯，看两棵树了。要一棵这个吧？这个多少钱一棵？这个是160的。要一棵。这个是龙须树，这个是230的。要一棵这个。然后花的话，这个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户外的。好养活的哈，这些都好养活的，但是有些要多浇水。哦，多浇水。特别是像绣球花这种需要。行，这个是按怎么卖的？这个这种一盆是60。60，拿三盆吧。好的。那个玛格丽特是吧？三种颜色各来一盆。向日葵有大点的吗？来两盆吧。那个长花的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四季茶花。来一颗。那个黄色的小黄花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来六个吧。那这个也还可以的，这个跟那个，这个是叫金雀。金雀。来两盆吧。现在有多少个品种了呀，哥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1个。11个，够了。啊，我的花园，我一定要它，那个什么叫惊天地泣鬼神。啊，走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192-11，191，插线板呢？何浩南，何浩南，你们这边几个插线板？一个，我刚拿过去一个。啊？这个是家里边那个吧？我刚拿过来的，咋了？你要用吗？对，我等一下给你拿过去呗，5分钟左右，我把那开个小口就行。你快开呗，主要压死留下，刚溅了我一嘴。这是我从厨房那里边拔过来的，要给拿过来哈。你这儿开个孔，不然里面水排了出不来。你拿钻头打呀，多厚的板子？这个板子能打穿啊，你直接拿个钻头打呀，你拿切个机切。那个是吧？就我那个。竹篱笆上面的孔，明白不？圆的。哦，你拿那个钻呀、啊，你拿这玩意儿切，你这个怎么打、啊？你这个是螺丝的。螺丝，我要把它打穿我就行。你回去拿个工具，那个电钻钻头，在工具台上。好。你知道是哪个吗？我知道，红色那一个。圆儿，周圆。你们地里有线管或者插线板吗？啥？
线管或者插线板？没有哎，没有啊。你干嘛去呢？玩。哪个来着？不是这个，是银丝箱。没嘞。啊，这个。啥来？那口，我是说那个口没了。拿这个。Thank you。林媛媛，哲儿找你。听说你找我，叫了你半天，这不李耕耘吗？找我干啥？种苗啊，找你干啥来干啥？唱跳不会，啥意思？你是不是上大学没上完？唱跳不累，唱跳不会啊？种地万倍，我被你无语到了。李耕耘，李耕耘最应该耕耘的人现在去垒花坛了。李耕耘，怎么了？接下来弄完你的花坛还有什么计划？嗯？弄完你的花坛还有什么计划？什么？不是，真没听清楚，你说话有共鸣。谁？咋了？你不共鸣怎么能说？不是有混响？有混响，谁的谁的什么？说啥了刚才？我说，你弄完花坛，下一步弄什么？弄完花坛，下一步弄什么？嗯，玩儿。啊。对，是吧？我还不知道你要说啥。哎，李耕耘，你下一步干嘛？玩儿，摆了摆，玩儿。玩儿。对对对，嗯对，是是吧？完全正确。每天。我还不知道你爱说啥，玩儿。我刚才就已经准备洗澡了，要不是少熙让我来看一眼。少熙人呢？刚回去。回家了？对，回兰州了。什么意思？凭什么你一个人种啊？不能种这儿。这不就一根一根结束了？不能种这儿。我住那儿，种这儿，给他来个双胞胎。双胞胎就种这儿。这边下边没种，为什么不种？要种菜，这个地种不了辣椒了。哎，我就种。就放这儿，就放这儿。走吧，走，拿锄头，锄头，锄头。都给我走这道里啊，谁敢走面上试一下啊？咋了？锄头？啥锄头啊？他没有，你理解一下，他那个机器真的会有影响耳朵。他机器？嗯。上爱奇艺观看《种地吧追更日历》，每天精彩片段想不停。